即係專神大人嘅，冇功成無成，係個弟兄姊妹嘅心志，包括弟兄姊妹願意俾神改變，呢班弟兄姊妹願意將生命俾神。因主，我哋喺你面前帶住一個嘅堅堅嘅心，喺你嘅話語嘅感動，再一次嚟撫摸我哋嘅生命。多謝你賜下嘅信息，呢班新造嘅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，係因佢生命得到改變。即話係十年前，即話係十五年前，即話係幾年前，但主的確你係將佢生命改變。佢哋一班弟兄姊妹願意喺你面前恭敬嘅，再次將自己嚟委身俾你。佢願意一生嚟跟從你，佢願意將佢以下時間，雖然唔知道係幾多時間，但願意嚟到擺上。主啊，求你藉著你自己恩典嚟祝福佢哋，藉著你嘅話語嚟到去剛強佢哋，讓佢能夠嘅生命得到改變之後，更加能夠成為別人嘅祝福，成為教會祝福，成為呢個世代當中一個照明。一個光，你去照亮黑暗。主啊，多謝你，求你繼續建立佢嘅信心，可以繼續為到弟兄姊妹當中未喺你面前嘅，但已經心裏邊受感動嘅。主啊，求你嘅話語繼續喺佢生命當中去改變佢哋。多謝你賜下你嘅説話，願你自己親自嚟接納。奉靠耶穌得勝嘅祈求。